什么？还要养小孩？绝对不能养那个孩子，为什么要我们负责？我打算带着何氏离开这个家，该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吧？想瞒着我们自己去生孩子？哦，你是谁啊？会长今天见了德西小姐。我从来没有把 Miss Lee 当成女人，也没当成世俊的妈。米德西，你好，我是来送花的。不过这里怎么那么熟悉，好像我来过似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姐姐还活着。